的心情跟你了解啊。我了解啊。人有人咧讲，你梦上水，系，但是我的梦中来常常看到鬼，有鬼，有鬼，是对，伫梦中，伫我梦中来，哎呦，阿仔，今日奉上我，嗯，除了梦到鬼了，嗯，我有看一个美女，美女，这个美女的形象，嗯，轻轻绕的，绕在我的脑海当中，真的，灰掉，灰掉，小画面，嗨。豆花妹，嗨嗨，我在这啊，皇上，皇上，是是。豆花妹，是。你跟皇上多久？不长不短，大概两个月吧。那什么叫不长不短？能够喂就等。闲哦。嗨。能够喂我就闲啊闲。你闲啊？你都要给我一挂。哦好啊。人生要有变化。一成不变，皇上是会唾弃你的。你安尼一直变，我感觉不好啊。豆花妹，哈，你知道吗？唔知。皇上是爱你。你少来。但是，皇上的人生未当他只有你啊。你知皇上最近吃有滋无？吃无聊无？吃袂刺激。马兄，叫一点毛大人来见我。毛大人，进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小谋杀，小谋杀。红姜就是红姜嘛，这地摊都会怕辣咯，哪个骨一点？小心啊！参见红姜呢？是。叫哪个来？为什么贵孙呢？毛大人。啊，是。我昨暗做一个梦，这个梦中我梦一个美女。这个美女的形象，轻轻烙在我的脑海。是哩。我对伊形象永远放未起的感觉。哦，这明明就是菜色版咯，容易容易。所以，透早爬起来时阵，皇上就画一幅图，将这个美女的形象给画出来。是啊，什么款的形象，哪看一个咯？愈看愈喜欢。哇，皇上天生美女啊！哎呦，这是要去多找嘞？皇上。你相信人啊咯？我是你的上师中的忠臣咯。是，只要你交代好啊，哦，就多山落油点，人家都去给你转咯。要去做就对。啊，那当然。但是要安怎做呢？啊，那给你找咯，好唔好啦？要去找是，但是你要了解啊。即个人生，人生当中里面有足侪人真正艰苦。皇上啊，讲嫁伊这种查某囡仔，是唔是去人公然？我无咧做代志咧，规天啊咧做这种代志。皇上唔通受气咯，你咩讲讲百姓吼，啊，甲你误会讲，你拢无咧做办国事咯，拢甲你咧想查某尔咯。嘿，虽然大家拢知影事实，你刚刚讲这是应该的对。事实嘛是安尼嘛，这个立条这个条例拢是安尼做的。皇上呐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放心啦，你人家的少年咯，对不对？是是。你嘛是正常的查甫人咯。还背起别让我家己自私咯，娶三妻四妾，吼，啊，干了拜皇上，孤单一个人，大家咧偌艰苦咧咯，左摸空空，右摸双双，寂寞难消，我干了看到真伤心咯，吹起来，吹起来，咁我都吹到这个查甫囡，啊，这个查甫囡啊，你看卖一，那个小看一个，哎呦，皇上呢，你的水准实在是太悬咧咯，真正有影，那个干你。个水准跟你比起来是要差，一顿哦差高少嘛。你有看没？你这明明都是深入下凡咯。那把你吹起来，那输都不落。上面的智玲咯，上面的艺玲咯，那个水准都下来可以赶快。对对对，拍手拍手。不管你是在现实的吧。所以讲，你感觉你我都信任这个任务吗？哎呀，很像咯。你交代好，那个绝对有在来给你吹出来。这个看到都面色面色哦，这敢那阮枕头迄个白边边呢？虽然是面膜啊有神哦，但是体格是完全不敢管了。但是那个你放心吗？哦，只要面膜大人，面膜啊虽然有讲，身材嘛爱好哦。啊，那个在那个在，这个看差不多八百，但是你放心，也哈。伊外号嘛叫八变了，我外号叫八变了，掉了。你赶紧来进行啦！是是是是是。啊，好，赶紧进行。要安怎进行呢？
我喊你三更起来，找到这个母乳，找到这个母乳。米露，你那个叫做母乳去？你以前的习惯能当断出来？来到外面头前，是，还你高呗？哦，三更了，是。哎呀，那个绝对好像你忠心耿耿了，卖给我三更，发现那个三点钟就吹出来了。啊，你好，马上奉上就奉你一个选美大赛，敢问皇上啊？马上进行，进行。我到不？我到了。了解不？了解。你放心。豆花妹，你来吃了牙吼，那给你餐厅的绝对是嫩豆腐呢。老大人，赶紧进行啊！是，只要进行成功，必有大赏。一定呢，让你成功咯，让你爷爷春宵，大家能笑一日春咯。好像，最老小姐姐嘞，还是你老姐啊？是那个老姐来咯。老姐，来。大哥，老大，你是皇上，我是皇上，所以这句我免讲。免讲，安尼我了解要讲多一句了。是，欢迎收看《大吉出去》。好多对，好多。皇上，好早时代无大吉出去。安尼哦，无我应该讲多一句。你，我拢免讲，拢免讲，我免讲，你敢免讲呀？行，皇上，我来讲。是。Hello， 皇上驾到。假讲的已经驾过。是。我今麦来家是要创啥呢？皇上，啊，你来家就是要迎娶八位八妹妹啊。八妹妹啊。我穿先甲穿落去，再来八妹妹。是哩。是哩。嗯。我来看无呢。皇上。啊。你把酒家给什么看？八十道嘞。八十道，现在我看无。正前方啊！啊，酒馆唔使天开咧，啥天开？六江粉黛将江镇，怎消梦中一段情？安尼咯。中意相伴已坚定，婚姻不。心未灵。哎呀，是你皇上，请叫我用兵啊！君王也定力所证，国将乾坤宽心怀。何处？唱歌唱了，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。是，我一赞。唱歌小人拢无进步。你知影皇上我，最近闷闷不乐啊。哎呀，为什么代志君王爱闷闷不乐呢？你有一个跟屁虫一头戴个面，拢有都挂住。啊？皇上，我是宫女啊。你就是豆花妹吗？呀。皇上。你是不是哦？豆花吃久埋腌臭埔，想要换口味啊？是吃油哩。我发觉这个人生已经无什么快乐啊，无什么刺激啊。我做皇帝是有路用的，我根本就是一个贪吃皇帝。我做嘛？你敢做得起哦？啊，是我的豆花呢。吴皇兄，你坐一下。啊，皇兄来。来个阿舅，我这边是你。皇兄，这里。我好好来思考一下。好的，来。以后你知道底是要怎么过落去。好。我看到有个活动就做了。